挥挥手不愿意多透露应讯结束离开北检，他是有博弈教父之称的陈寅柱。博弈教父怎么会卷入金华城案？不肯多说离开北检就搭车离开。陈寅柱2021年涉嫌经营博弈平台，被赌博等罪送办，但持有国外执照，因此被判缓起诉。部分不法所得和缓起诉金合计将近10亿，他火速缴清。财力似乎很惊人，这会卷入金华城案，虽然是证人的身份，但被怀疑是否和柯文哲曾经有接触，甚至是有金钱上的往来。 被约谈的10名证人中，还包括前台北市长、市主任谢明珠。接受廉政署侦讯之后，最后一个被送到台北地检署复讯，面对提问，同样不肯多说一句话。在廉政署人员陪同下上楼。其他被带进地检署的证人，其中几人是什么身份，暂时没有曝光。但从部分的名单来看，几乎都是企业高层或是地方知名人士，恐怕就是要从中比对金流。台北地检署中组同时侦办民众党政治现金案以及金华城弊案，这会约谈10名证人，目标锁定政商名人、地方人士，恐怕就是要分进合集，比对金华城金流和账目混乱的政治现金。从经手所有账目的李文宗身上一一比对，厘清他是不是把不法金流混进政治现金里。柯文哲遭羁押超过一个月，检方的动作也越来越大。TVBS